开始啊、哦！哎，一年一度呢，西拉雅趣味车的盛事呢又将到临。今天10月15号呢，是我们今年度的趣味车。今年趣味车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还是要打破你的天灵盖，发挥创意呢去做这个趣味车的这个设计。第二个呢，我们今年呢也往年的这个车队呢，我们今年有50队。突破了这一个历年大概都是42队左右的那个参与的人数呢。第三个呢的特色就是现在这疫情的阶段呢，我们还是鼓励呢走出户外呢这最快。那今天的这个活动呢，就只有说这个防疫的这样措施呢，走出户外，小朋友来这边呢。那趣味车本来就是一个低碳的一个模式的一个有趣的自行车系列活动呢，西拉雅呢，我们每年都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做自行车节的这样的序列呢，我们用这样创意发想呢，希望得到国内跟国外呢的创意团队呢来发挥。那今天呢，这个50队呢，等一下就要开始做比赛了，我们希望呢有机会呢，还没来得及的呢，今年都可以呢马上行动呢，到我们卓玛赖农场呢来参加这个赛事，或者是来帮我们的选手呢来做加油。那活动的安排到下午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些搭配的一些美食跟一些创意发想的一些设计呢，欢迎朋友呢一起来我们卓玛赖，谢谢。今天很高兴能来到我们南营趣飞车，我们非常感谢西拉雅国军西拉雅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越办越好，越办越多人，今年总共有50组人来参加。那很多市民朋友们，还有南来北往的朋友们，纷纷把这个东西当作年度大事，然后一起来看这个趣飞车，没有动力的飞车借着斜坡这样滑行，滑出趣味，滑出乐趣，也滑出很开心的这种玩赏。那在这个地方山光水色，我们卓玛赖农场是台南市农会经营很久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游戏休闲据点。那来这边在好的地方来做有趣的这个趣飞车，真的是天时地利又人和。今天非常开心哦，听说第七届应该是没有7年之痒啊，可能越玩会越痒。那个过去这6年啊，非常感谢西拉雅风景管理处啊给我们许许多多快乐的回忆啊，特别这一个我们趣飞车啊，这个无动力造型车赛啊，算起来算是西拉雅每一次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也可以是啊西拉雅风景管理处的代表作啊。我想这个代表作哈，现在哈不只在台南啊，全台湾都非常非常的流行啊，每年都充满了趣味，充满了快乐回忆。不过我是觉得哈，如果明年啊那个黄伟哲市长能够参赛的话会更好了，最好徐祖龙处长也来参赛更好了，好不好？好，我捧啊，现在就躲现在。起点啊，你跟我怕跑啊，你不跟你打，我了我去。哦，今天非常开心，尤其呢，在这个这个场地非常优美的哈，招杯老家哈，灰熊事业所在。不过我提醒各位，来到台南现在最夯的哈，我跟市长报告一下，据我的观察，已经不是府城区现在最夯了，是偏山区这边啊，特别是我的选区这边特别夯。来到招杯老家，不要只有到招杯老，一定要在招其他的所在，还有包括山上的水稻博物馆。还有包括这一个呢，化石园区哦，佐证化石园区。各有呢，咱玉镇遐吼，高巴黎树江园区，各有会当去倒位去孤单遐洗温泉，好几个地方很好玩哦。大家不要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呢，吴镇人吴董干事根本来求老铁杯啦。最后祝福今天大家充满再一次的快乐的回忆，也祝福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那非常谢谢各位好朋友，我想说今年第七届的趣飞车，我们其实从这个门口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在排队。去年42队，今年又多了8队，变50队。连时尚玩家也组一队，连京多多也组一队啊、哦！所以明年立法院一定要组一队啊、哦！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都能够一起来。趣飞车是一个非常环保而且具有环境概念的无动力车，那所以大家玩出趣味，玩出这个环保，而且玩出我们对大地的土地的关爱哈。那希望说今年明年明年日复一年，越来越多人参加。那通常工商服务是越短越好。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评审的辛苦，谢谢。哦，真欢喜啊！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招杯乐龙场哈。
今年刚刚我们市长委员都有跟各位报告哈，今年的汽会车看头更好哦，还有他们的创意呢哈，都是提升很多哈。阿兰马底加祝福参赛者呢都有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同时呢马底加借这个机会甲咱市长、甲咱委员啊，委员啊，你无闲甲你报告一下哈，即你的选区哦，啊，走不了拢掉吼，即将这个迈日吼，会使讲迈日第35年，咱是东南亚、东北亚这边的第一个休闲农场，吼、哦、啊，从当时的从纽西兰引进，现在大家采到的庞各拉牧草，吼、哦，这个乳牛养殖的开始到今天。好、哦，休闲农场已经30几年，从明年开始，我们正式要这个升格，提升为我们这个智慧科技农场，引进许许多多的我们的优质农产品，哦，有印加果、香荚兰，还有我们的鱼菜共生，好、哦，还有我们的水力发电，所有在总马奈农场的用电，我们自己做水力发电，自己供给自己用，还可以。哦、因为馈线的关系，有了馈线以后还可以卖给台电、哦、都在卓玛赖农场明年开始，所以这个除了种植以外，还引进了我们 AI 的、哦、解决这个郭委员都知道、哦、我们的这个农工的缺乏、哦、我们 AI 引进这个机械人来做从事我们境内、哦、这个熊熊锅哦，松茸菇的这个养殖，好、哦，阿、啊、好大家知影，所以今天拍摄啊，处长，感谢你，你这个有这个时间，我跟我们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贵宾跟你报告，也请大家告诉大家，明年开始逐渐的这个卓玛赖的看头更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居家旅游、户外教学，好、哦、啊，最好的一个地方，也最好的一个这个能够给。大家带来满意度最高的一个休闲农场，感谢大家，祝福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谢谢，谢谢大家。好，感谢第七届汽会车呢，今天呢又正式开锣。我想每年呢，我们这个西拉雅的年度盛事呢，台湾自行车节的系列活动，十三个管理处呢，就只有西拉雅。有这样一个汽会车的活动，我想品牌不容易打造，既然打造，我们就要把这个品牌要国际化。所以呢，虽然有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已经把去年前几年的这个汽会车的活动系列的一些精华片呢，我们透过我们观光局驻外单位呢，已经有跟他们做一些国际的宣传，也得到了一些回响。但是因为疫情没办法组队，那我们期待呢，整个疫情解封之后呢，明年甚至呢往后呢，有更多的国际的、国内的爱好业者呢，能够呢来参加我们这一个呢，对，刚才主持人讲的，打破你的天灵盖，发挥创意的想象空间，将非动力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元素呢，把它变装组合成一个非常有趣的飞车，哦。我想这个活动呢，今年呢也得到一个很大的回响呢，有50队。我们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呢，不管这些创意的发想，最后呢还是非常简单的最后几秒钟哈。我们今年有特别请高师大来我们这边，有这一个所谓动力的一个发想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设计。那今天呢，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来。很有机会呢，发挥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教育的一个形态呢，多多发问题，多多发想，多多把你的天灵盖呢，把它自己打开。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活动呢，能够呢，在这个安全、欢乐、有趣的情况之下呢，让各位在座各位的参与者以及各位嘉宾呢，能够有美好的一天。最后，敬祝各位今天能够呢有。满满的一天，好好的一天，也敬祝我们今天的活动呢能够顺利圆满，谢谢。
子。那我们先请现场的媒体朋友们以及工作伙伴们帮我们捕捉一下画面，来给我们的长官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前方的镜头哦。来，然后呢，身后也跟着的是我们的黄赫希拉雅号。来，那我们请长官们一起比个赞的手势好不好？赞！希拉雅去飞车就是这么的赞，耶、yeah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个什么 Go 的手势呢？因为我们等一下是我是希拉雅车神 Go， 准备一起 Go， 这样可以吗？请长官们帮我们比一个 Go 的手势。所以讲啊，都取消去啊啊！所以咱无咱去的时阵，本来在日本那个台办有一个那个大阪南波八坂神府哦，伊一个狮子神社啊，咱用咱要去的吼，迄、哦那个神社啊，做一个造型啊，来协助这个三个月时间用报纸哦，废纸张用足环保的理念，协助这个仔啊的造型出来啊，参加咱这届汽火车系列汽火车，兼顾着讲啊足趣味的啊，又果是讲啊，咱用来挑战。哦，咱这届活动啊呢，是安尼。那希望这届疫情吼，会当赶紧的过。雄狮献瑞，要赶走武汉病毒，带你赢，兄弟一定赢。谢谢，台湾一定赢，赢。感谢。没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一关是要来测分贝，记得哈。好，没问题。好，我是希拉雅车神够哦。可以哈，来我们的分贝器准备好了哈。好，准备好，一二三，就开始，一二三。希拉雅车神够呢？够。有没有过？有吗？看一下。我看一下，有过我们的85分。
路。可以，有信心吗？有。刚刚感觉蛮快的哦。飞机，火箭一定比飞机还快。哦，你这样子灭他路，灭自己士气。好啦，换上第一，你第二，对，这样可以哈。好好好 ，OK。那30秒一样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来吧。是23飞机，一定会第一名。哦，很简短哎，一定会第一名，就跟你的速度一样简短就对了。我是西拉雅车神 ，Go， 准备好。西拉雅车神 ，Go。看一下，有过吗？来，10分，通过第一关得到了我们10分。接下来准备上车以后，准备好交出发哦。加油团有来到现场吗？加油团有来哈，有来哈。等一下呢，在哪里？在家里。哦，在旁边呢，有来了，有来哈。等一下也帮我加油一下，准备好了。Good to eat, good to eat, good to eat, oh yeah, happy Halloween!
车是不是？是脚踏车，好好好 ，OK OK， 好，那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三二一，出发 ！F1 小豹队有没有办法稳稳的进行呢？我觉得大家要小心他来了。哇，很快耶，动作蛮快的哎，是不是故意要跳台去要选高跳台还是低跳台呢？分数是不一样的。哎，七十二、七十、七十七、七十三，然后还有我们的杨。还没有给分数，等一下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数是78分。呜呼，哎，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来的时候我都想要露两手了，而且它自备音响。等一下，请问麦克风自备吗？有自备，已经快压过我了，不用帮他去麦了。他们有，他们有，也要是不是？都要是不是？那还要我这一支吗？哎，你们到底要几支啦？到底要几支？好啦，这一队是我们的锋芒毕露，对不对？好，来第几次来了？第三次了。好，加油！那一样，请莫生先介绍一下。我们去年有来比赛哦，造成轰动，就是那台啤酒罐头战车。是，就是我，我今年又来了。而且今年很厉害耶。对，因为前两年呢，都是用那种比较静态的，看漂亮的，但是为了落实活动的宗旨，就是说造活造。然后我们叫做西拉雅趣飞车，对，趣就是有趣的趣，没错，好，然后还可以玩趣，好，最后剩，然后我们就是用有效的资金，好，有效的时间，然后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去做这一台，一定不是用金钱去堆积出来的，是，堆金钱堆积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哦，这个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是，那我们的团队这么的多，我先问一个问题，你请说，是你们很喜欢投篮机？很喜欢投篮机，非常喜欢投篮机。对，等一下主持人可以上去露两手，露两手要记得带硬币。哦，带硬币，对，投要投哪里？告诉我，投你的口袋，投我的口袋，收满为止就对了。对，收满为止就是了。我刚刚有说，我们今年是在做静态展示，是，可以玩。待会请修哥或主持人可以多看看。好，那等一下一出发的时候，会有人在旁边投球吗？还是你们是一边骑一边投？我已经安插了很多装脚，对，很多装脚在旁边投了。会不会害到你？但是我担心会投热症。不是，我比较担心